比分红方比蓝方，一号裁判27-30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results are in. From judge number one, we have red 27, blue 30. 二号裁判，红方27-30。Judge number two, red 27, blue 30. 三号裁判，27-30。Judge number three, red 27, blue 30. 比赛结果，蓝方胜。Blue from Iran, Mohammad Javed Haydari. 让我们恭喜来自伊朗的穆罕马德，恭喜恭喜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，有请川商总会青年企业家徐念浩，为我们获奖的蓝方选手穆罕马德颁奖。Congratulations. Okay. 好，来有请，有请我们颁奖嘉宾与我们选手以及我们的拳击宝贝一起来合影。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 from Iran, Mohammad Javed Haydari. 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。也再次感谢我们第一组两位选手为我们送上非常精彩的开场秀，大家还想不想看？我看大家的热情都已经起来了。我们在这里呢，要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预告，我们今天呢会有非常精彩的比赛，尤其是稍后我们将会面临着就是中日对决的比赛，大家期不期待？好，那么我们中日对决的中国选手王守傲先生呢，他也正在努力积极的备战当中。那我们一起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看他的精彩备战时刻。Ladies and gentlemen.